级汽车。导弹的球球车。乐嘟嘟，接着。来啦！嘿，哼，哼，嘿，嘿，嘟嘟车们，快让一下。美食车，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，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，免费。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嘿嘿嘿嘿嘿嘿。
咦，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大家怎么都哭了？除了那辆汽车。等一下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门外有个包裹，里面装着蛋糕哟。有情况。白老虎看辛苦，不好了。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要你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
小心！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，哈哈哈！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，搞破坏，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。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小心，小心，毛毛怪。变过来，毛团团团团出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命啊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团毛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团毛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！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啦！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真是太臭了。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！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！哈哈哈！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吗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！啊，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，葫芦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！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，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。
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噜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臭臭车来到大街上，它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，快跑。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关上窗，躲起来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，臭臭臭。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。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不要！我臭呀！热闹的汽车节，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
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我们也来帮忙。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啦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。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。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刮呀刮，七彩壁画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尝一尝，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！听一听，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，垃圾灰尘全扫光，全扫光。喷一喷，小花小草才搞笑。哈哈哈，跳起来，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今天的汽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八爪虫虫车，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好挤啊！成功。八爪冲冲车出发。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怎么了你呢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，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。哦，它会吐丝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出租车，妮娜。破茧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。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。
行动。弹跑车轮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，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去哪了？找到了。转转车轮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，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嘟嘟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矿洞历险记。贝勒虎说的矿洞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哦，找到了。嘿，酷宝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要去洞里挖宝石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工作。哦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不过要注意安全。放心，雷克警长，我可是专业的。一会儿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得过去看看。等等，嘿嘿，今天的收获真不少。什么声音？嘿嘿，这么漂亮的宝石当然要归我麦特博士。那是我挖的宝石，快还给我。站住，把宝石放下。不好，这里要塌了。我们好像被困在里面了，快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矿洞，麦特博士，他们一定遇到了麻烦。开心湖，增强信号强度。好的。总之我们被困住了，宝石也被钻的车抢走了，必须马上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钻在车，快追！这里有两条路，走这边。
雷达雷达寻找目标，第五滴第五，铲子铲子清除障碍，哐哐哐哐哐，加速度轰隆隆，向前追冲冲冲，快进攻轰轰轰，宝石找到了，我们是超级汽车，配合最有默契，一起大声欢呼，任务成功。哈哈哈哈嘿嘿，挖宝石果然是最有趣的工作，抓坏蛋也是最有趣的工作。海盗通缉令，把东西放下，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哈哈哈，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哟吼！加速，加速，加速 ！Go go go！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！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。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。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。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呼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抓呀抓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狂风海啸，躲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全被我甩掉。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，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，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
被发现了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！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居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白老虎，公交车班次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！小黄车到底在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托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安琪，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想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士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最强磁铁车。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出发！
的汽车，离开贝勒小镇吧！嘿嘿。哦，喂，你考红灯了！不好，我也要闯红灯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发生了什么？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不好，他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玛丽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。摇摇摆摆转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。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。一起来跳舞吧。积木围城，糟了，要迟到了！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班班，小心前面！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哇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
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，积木积木全尽力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查积木车跑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场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找不到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，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，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，我们也来帮忙。